原标题：历史上四场大风，一场让曹操痛哭，二场让日本膜拜，一场让乞丐称帝。古代战场瞬息万变，往往一个不起眼的因素便能够改变战局。今天要讲的这三场战争便是如此，因为风这一不起眼因素，一场让曹操痛哭不已，一场让日本顶礼膜拜，一场却让乞丐称帝，开创了自己的王朝。NO1 领曹操痛哭的赤壁之战，赤壁之战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曹操为了让来自北方的将士能够适应船上生活，灵机一动，将所有的船拿铁链固定在一起，结果船是稳固，但却失去了灵动性。80万大军被蜀吴联军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曹操萎靡不振，失去一统天下的优势。刘备孙权乘机扩展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。可以说赤壁之战是曹操败的最惨的一场战役，而这场战役胜败的关键只是一场风而已。如果没有那场大风，可能曹操便一统天下，后来的司马家族也不会壮大，中国历史将会改下。 NO2 让日本顶礼膜拜的文勇之役。公元1271年，忽必烈称帝，大元帝国正式建立。早在忽必烈自立为汉时，除了蒙古贵族参加，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，那就是高丽国的太子蒙恬。从此在忽必烈心中，高丽变成了自己的小弟。当时的高丽王师示威，权力基本被武将架空，也是忽必烈出兵帮高丽王室重新夺回政权。虽然高丽王室重新掌权，但在高丽和日本之间的海域却是海盗的乐园，高丽深受其害。于是忽必烈便向日本派去使者，让日本臣服自己，结果使者去了几波都没带回日本俯首称臣的文书。忽必烈怒，派兵攻打日本。公元1274年，忽必烈在高丽造了900艘战舰，浩浩荡荡向日本进发，结果在日本福冈附近遭遇飓风，援军 1.3 万余人死于飓风。忽必烈首次远征日本失败，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日本文勇时期，因此被称作文勇之役。1281年，忽必烈二征日本，结果再次遭到飓风，援军死伤惨重，无功而返。因为两次都是飓风帮助日本捍卫了国土，日本对飓风崇拜至极，认为飓风是自己的守护神，顶礼膜拜。二战日本的神风特工队的名字也是源于对飓风的崇拜。 NO3 让乞丐称帝的鄱阳湖海战。公元1362年，陈友谅率60万大军攻打朱元璋门户洪都，结果在朱元璋侄子朱文正的带领下，陈友谅60万大军猛攻85日，依旧未能拿下。朱元璋率大军赶到后，陈友谅只能无奈退走，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大战。而此时的朱元璋只有20万兵力。鄱阳湖大战初期，朱元璋其实并不占优势，甚至还被陈友谅手下大将张定边包围，战船搁浅。幸亏手下有一名叫韩城的将军，长得跟朱元璋一样丑，穿朱元璋跳下船头，吸引陈友谅大军的注意，朱元璋才逃过一劫。而真正让朱元璋以上胜多的，却是一场东北风。1363年7月22日，朱元璋采取手下将领郭兴遂的建议，命将士驾着7艘装满火药的渔船冲向陈友谅船舰。陈友谅数百艘军舰被烧，陈友谅两个兄弟和大将陈普略被大火烧死，大势已去。四天后战死鄱阳湖。四年后大明王朝建立，朱元璋实现了自己从乞丐到帝王的心愿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